诸位同学，请看《世界成就篇》插题长行第14、14句：或以一切宝华观为题。这一句在六道里面找不到这个例子啊，换一句话说，相似的境界都很难找到。如果勉强说呢，那就像我们一般讲的花园啊，但是花园是以花为主体，它是宝花观啊，观字就没有办法显示出来了。菩萨清净国度里头有啊，特别是在华严经上我们所看到的啊，宝观里面有世界啊，那个世界的体岂不是以宝华观为题吗？这个是属于这个大经里面所讲的不思议解脱境界啊，不是我们凡夫常识啊能够思维体会得到的啊。佛在经上这样说，我们对佛的言语，对佛的教诲，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啊！我们深深相信佛没有妄语，佛的语句句真实啊！我们学佛弟子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轻语啊。从哪里晓得这个是学佛第一桩大事呢？无量寿经啊，一开端就把修行最高的原则教给我们。善乎三业，三业在一般经论上排列顺序，身口意啊，身业、语业、意业啊，都是这样排列。但是在无量寿经上排列不如是，他把口业摆在第一啊，善乎口业，不及他过。这个是诸佛菩萨处世待人之道，我们应当学，不但应当学，必须要学啊！我们要学佛的存心，你这一生才能够提升自己境界才能够其如佛菩萨的境界法界啊，一真的啊，轮回够苦了，不再搞了。轮回中人
对诸佛菩萨如何误会啊，如何回报，如何侮辱，甚至于要把佛法消灭，应不应该呢？应该。佛菩萨绝对不会有丝毫责怪之心啊！为什么说他应该呢？他迷呀、迷，他一定做出这事，所以那是他应该做的，他应当做的。他要不这么做，他觉悟了。啊，但是佛菩萨能不能毁灭得掉呢？毁灭不掉。啊，你把这个全世界的佛法统统毁灭掉了。啊，过了几千几万年呢，佛又降生了，又出世了，佛法又兴旺起来了。这经上讲的太多了，太清楚了。啊，毁灭佛法的那些人与佛还是有缘。佛不度无缘之，无缘就没办法了，他有缘了。啊，他有的这个缘我们讲是恶缘。啊，恶缘他要遭受果报。那个罪报报完之后，阿赖也是那个佛的缘成熟，所以他将来一定得度啊，他一定成佛。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你才晓得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，凡有佛性啊，必定作佛，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。他听到佛的音声啊，佛菩萨名号，看到佛菩萨的形象，一粒言根永为道种啊，所以他不敬佛菩萨，佛菩萨尊敬他了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啊，啊，所以我常讲啊，真正学佛的人，心里头没有我人，没有我事。啊，你心里头还有说这个人啊、是恶人，那个人是不好不善的人，你没有入佛门啊，真正入佛门，顺利境界，善恶之缘。都是善缘，都是好境界啊！为什么呢？都是帮助你提升，帮助你消业啊！业障消除，境界就向上提升了。所以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我们要走成佛之道啊！不能再搞六道轮回呀、成佛之道最重要的一个理念，六道里面所有一切众生都是善知识啊，都是增上缘啊，这些是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里面看到的呀。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呢，学了不少东西啊。啊，回味到中国《三字经》，啊，说老实话，《三字经》上头一句话，我是今天才彻底明了：“人之初，性本善。”啊，所以世间有没有恶人？没有。三恶道有没有恶人？没有。阿鼻地狱没有恶人，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善知识
这个念头，这个境界转过来，你要不学华严很难啊！真正其如华严少分，你这个念头转过来了啊！我们在过去只听到古人讲啊，热热是好日啊，时时是好时啊。我现在再继续两句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。我们心开意解啊，这话是真的啊。这是什么呢？转境界的话，境界啊，若能转境则同如来，境界一转，日日是好事啊，日日是好日啊，时时是好时啊，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啊。你转不过境界，我说这个话你听不懂啊。你境界转过来，你听得懂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学华严、度华严，能够有少分的契入。我讲的话你懂啊，你听了会点头啊，会认同啊。你没有契入这个境界，你就会说净空法师胡说八道啊，所说的与事实完全相违背啊。那你这样说的是，我也点头，你说的不错。为什么呢？你说的是十法界他的理念，他的观点啊，我说的是一真法界的理念，一真法界的观点啊。所以我说的没有错，你讲的也没错啊。不错，那就是好人好事啊。所以我们学习这个课程啊，经典是课程啊，一定要变化气质，一定要提升境界啊，我们学的有成绩啊，有受用啊。再看下面一句，第十五句，或以一切宝影像为体宝，在佛法里面，它真正的意趣是有用。有真实的用途，称之为宝啊。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用，不能称之为宝啊。世间人把金银琉璃看作宝物，为什么呢？稀有的物质啊，价值很高，拥有这个宝物可以帮助你啊离开贫穷啊，你能够得到很好的物质生活，称之为宝啊。佛讲七宝呢，随顺世间人所讲的啊。那个觉悟的人啊，觉悟是佛菩萨，他以什么为宝呢？以法为宝。所以大乘经论里面讲这个布施的比较讲的很多啊。大千世界七宝布施都抵不过为人设四句偈的法布施。为什么呢？大千世界七宝
啊，不是你拥有，你在这个世间是第一等的大富大贵呀。但是怎么样，你不能脱离生死，你不能超越轮回。佛法里面的四句偈能帮助你开悟，觉悟啊，能超越六道轮回，能超越十法界。所以比大千世界七宝要高贵得多啊。啊，这个就是常讲啊，财不如布施，不如法布施啊。法布施的功德无量无边，财布施啊，布施的再多都有极限，换句话它都有边际，法布施的是没有边际的。我们听佛常常讲，一切经里面都有啊。他讲的这么多，可见得这一桩事情重要啊。我们要记住，要落实，随时随处劝人念佛，劝人听经啊，现在这个读经比较困难啊，经典古人翻的，有许许多多初学看经看不懂啊啊。那么现在这个科技发达，我们流通这些讲经的这个光碟啊，录音带录像带啊，很多，多劝人听，他听个一段时期了啊，跟力的听个一年，他看经就有兴趣了啊，根性稍微差一点能够不断听三年，我相信他看经就能入门啊，所以用这个方法帮助大家了入佛门了啊，不设为良好的工具。这个保影像为题，它的范围非常之广啊！我们读这句经文立刻就想到《金刚经》上四句偈：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谁能做如是观呢？六道凡夫不能，四圣法界以上啊，他们能啊，所以阿罗汉以上他们晓得啊，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确确实实是梦幻泡影啊。所以《般若经》上跟我们讲的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啊，果然了解事实真相，你的心地多清净啊，你的心地平等，你的心地慈悲呀啊，这个慈悲
是从你自性里头流露的，不是从外头来的。啊，清净心是自性，平等心是自性。啊，阿弥陀佛的别号叫清净平等觉。啊，世尊在无量寿经上为我们说的。我们念这一声佛号，啊，或是念四字，或是念六字，声声佛号啊，都与清净平等觉相应。我们这个佛号念的就有功德。啊，古大德有说：“口念弥陀，心散乱。”喊破喉咙也枉然，那是什么一回事呢？那是他声声佛号跟清净平等觉不相应，他的心是染污的，他的心不平，啊，他的心迷而不觉。这样念佛号，只能够跟佛结个缘，啊，阿赖耶识里头落一个佛号种子。不能往生。如果你的佛号句句都跟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悟的心相应，你决定得生，啊，觉而不迷呀。所以要晓得，啊，这个世界之体，啊，一切宝影像为体。那么这是讲前面清凉大师说过，通通都是说佛国度啊。啊，我们这个国度也是影像为体，但是没有宝。啊，谈不上一个宝。啊，但影像呢，那通世出世界。啊，这个宝呢，那只有出世间，啊，世间没有。第十六句，或以一切庄严所示现为体。啊，那么这一句，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看到华藏世界，啊，这一品。后面是华藏世界品，啊，我们能看到一切庄严所实现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一切庄严所实现，如来净土啊，啊，这种一切庄严。跟诸位说，它不是有为法，啊，绝对不是起心动念，我要怎么样设计，啊，我要怎样去造，不是的，是性德自然的流露。菩萨无量界的修行，这才是真正的积功累德了，啊，无量功德自然流露，啊，我们在华严上看到毗卢遮那佛的华藏世界，啊，自然流露，啊，不是有意去设计，所以这个里头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法而如是啊！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，你回过头再去想想，
地狱。地狱的境界也没有人去设计，也没有人去创造啊。地狱境界是怎么现前的呢？是一切不善众生，也是无量劫啊，累积恶业显现出来的呀。佛国度啊，是累积功德成就的，阿鼻地狱是众生累积恶业成就的，都是法而如是。这一桩事情，早年那是我刚刚接触佛法的时候，朱金周老居士跟我说，他说他老岳父的故事。他的岳父啊是章太炎先生。这个是在民国初年学术界非常有名的人物啊。他老人家在世啊曾经做过一个多月东岳大帝的判官，判官的地位很高啊！有现代的这个职位就是秘书长啊，东岳大帝的秘书长啊，东岳大帝管辖好几个省。中国这么大的面积分成五个区啊，五岳、东岳、南岳、西岳、北岳、中岳，东岳管好几个省份呢啊，所以这个秘书长地位很高啊，在我们想象当中大概是东岳大帝秘书长呢可能有事情离开了啊，请章太炎先生去代理啊，时间虽然不长，一个多月啊，他每天晚上天一黑他就到东岳庙里去上班去了啊，那个时候乘轿子啊，有两个小鬼抬着轿子来请他。上轿之后这就去上班去了。早晨天快亮的时候他就回来了。那么看到鬼道里面那个状况他就很清楚很了解。白天的时候跟一些朋友们聊天就讲到昨天晚上看到什么些事情啊，那么他曾经建议东岳大帝，这个地狱里头啊有一种刑罚叫炮烙啊，炮烙是把这个铜柱啊，铜的柱子烧得红红的，让这个受罪的人就抱这个柱子。那人一抱的时候整个身体都烧焦烂，那就是烧烤啊。他说这个刑罚了太残酷了。希望这东岳大帝能把这个刑罚废除。东岳大帝听了之后笑笑告诉他，你先去看看。先到现场里面去看看，去参观一下。派了两个小鬼陪他。那么到那个地方之后，小鬼就告诉他，刑场就在此地，他看不见。于是，一下就醒悟过来了，他就知道了，
这不是人设计的，而是犯罪的人啊业力变现的。所以地狱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，与阎罗王与东岳大帝啊不相干，是自己造作罪业自自然然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明了佛经上讲的这个意思啊，就法而如是啊。啊，佛的世界法而如是，地狱法而如是。一丝毫的意思都没有。所以在佛世界里面，是至善圆满的受用。地狱世界里面呢，我们也可以说至善圆满的消除业障。业障完全消除之后啊，你的善根才发现啊，你才真正回头是岸啊，才真正的一心一意去修菩萨道了。所以佛世界至善的，地狱也是至善的。你把这些事理性相因果参透了，你才知道不但是一真法界是平等的，十法界跟一真法界也是平等的。所有一切众生啊，差别就在迷悟啊！佛菩萨大慈大悲，以种种方法了。这个方法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善巧方便，帮助一切众生悟入佛境界。华严是最完备的一部教科书啊。我们有幸能遇到，更有幸的能学习。世间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殊胜呢？跟诸位说，没有了。这不但在人间第一殊胜，在天上也第一殊胜，在设法界里头也是第一殊胜。一个人，明白人，聪明人，有智慧的人，遇到第一殊胜，他还会退下来搞第二第三吗？不可能啊。人总是希望往高处爬了，水往下处流啊，这叫本性啊。那么遇到华严，除非你不了解不认识他，你不重视啊，你才会搞第二第三。你真的要认识他明了他，你怎么肯放弃我们应当珍惜这一生这一次稀有难逢的因缘啊。
真正去证得啊，获得是出是法第一殊胜。啊，以这个学习，把这个功德回向净土，往生极乐世界是生十报庄严土啊！啊，不是凡圣同居土啊，也不是方便有余土啊！啊，这个是取十报庄严土啊！没到极乐世界之前，就在现前境界已经转变了。已经把轮回心转变为大菩提心啊，这个大菩提心啊，就是我们天天在说的，你天天看到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起心动念呢，决定与这个相应，决定没有一时一刻的给这个心相违背，你就肯定生十八庄严土。啊，你的行为决定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。同学们一定要觉悟，这个机缘不是容易得到的。彭济清居士讲，我们遇到这个缘分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，不是容易得到的啊。开经记里面讲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啊，我们遇到要不知道珍惜，你说那多可惜啊！许许多多菩萨阿罗汉辟支佛想遇都遇不到啊，我们今天没有想，哎，居然遭遇到了啊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，这个原因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修集的功德了啊。佛经上常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啊，你才有因缘遇到，你要没有深厚的善根福德，你这一生当中遇不到啊，遇到而空过了，速活了啊，那是他的善根福德还不够啊，还差一截啊。遇到知道珍惜，锲而不舍，什么都能放下啊，什么都能够舍弃，一心一意来学习，这个是善根福德成熟了啊。那么这个就是真正是一切庄严之所啊所实现的啊，我们此时此处啊，所依依的刹土依真庄严，这是实现的这一句。广义的来说呢，这是一切大乘法；狭义的来说呢，那就是华严法华啊，无量寿经呢，这三部经可以当得起啊，真实不虚啊。
下一句第十七句，或以因念心，普世现境界为体。这个因念心，清凉大师有注解，注解的很简单，只有一句话，是唯识顿现。这一句话跟出现品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应。出现品里面佛讲这个虚空法界刹土众生，我这个讲法呢是啰嗦一点，但是诸位好懂。佛法里面这一句话简单，叫一真庄严。这个名词怕是大家不好懂，所以我不得不说虚空法界刹土众生，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。这个一念心呢，就是唯识所变。可是诸位要记住，一念心所变的境界呢是净土，二念心啊，这个净土就变质了。那我们凡夫千念万念啊，我们的念头啊，不要说是一年一个月了，就说一个小时吧。一个小时我们的念头都无量无边，我们自己不知道。人王般若波罗蜜经里面讲，一弹指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个念头，这是讲我们六道凡夫。一般普通人一弹指啊，我们弹指快速度的弹，我们一秒钟可以弹四次，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那一秒钟多少个念头呢？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。一秒钟啊，有两个十万八千的念头，它不是一念啊。所以这个世界变得这样的浊恶，经上讲无浊恶世。无浊恶世怎么变的呢？就是你的心念头太多了，太杂了。圣人从诸佛如来化身菩萨，他们为什么住净土？他们只一念心，一念没有二念，所以现的这个境界是净土。一念心是真诚心，一念心是清净心，一念心是平等心，一念心是正觉心，一念心是真实的大慈大悲。我们要学，学不到，学不到也要学。怎么个学法呢？尽可能的减少妄念。从哪里下手呢？古德讲的很多，许多书籍上我们都看到，古人有两句话，说知事多时烦恼多，摄人多处是非多。
那我们就从这两句话下手。啊，我不必要知道的事情，尽量不要去知道。我不必要认识的人，我尽量不要去认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认识人多，是非多，知道事多，烦恼多。我要想远离烦恼，远离是非，啊，我要把我的生活简单化。啊，所以我这么多年来，我常常告诉同学，我不看电视，我不听广播，我不看报纸，我很少有电话。啊，别人打电话来找我，多半是你们大家去接的。啊，不是很必要的，我不听。啊，我没有往来信件。啊，你看许多各地方同学写信给我的时候，你们替我处理。啊，我都不知道。知识少啊，心得清净啊。啊，我也有个手机，手机号码我不知道。我的手机是常关的，不开的。我有紧急事情要找人，我才用它。啊，所以说我的手机充一次电，大概一个月顶多充两次电，有的时候一个月充一次电。啊，很少用啊。啊，别人打不进来啊。啊，自己要想方法。把这个外面环境上的干扰降低到最低的限度。啊，要懂得保持自己的清净心呢，不能攀缘呢。啊，到处去打听事情，那就糟糕了。你的心怎么能够恢复到清净？绝不听信谣言。啊，别人说赞叹，很好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听到别人回谤，阿弥陀佛。绝不放在心上。啊，那心里不放东西也不行啊，我们是凡夫啊。不放东西，他就学起妄想啊。哎，那这个佛教我们一个方法，心里头只念阿弥陀佛。啊，不一定在口上。啊，心里头阿弥陀佛，决定不中断。啊，决定不会失掉。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啊，真念佛了啊，心是阿弥陀佛的心，眼是阿弥陀佛的眼，行是阿弥陀佛的行，你想想看，你怎么会不往生呢？啊，是往生有把握，有决定的把握。道理在此地啊！啊，世间一切人与事，佛教给我们随缘啊，自在呀！啊，决定不攀缘啊！我一生。没有求过人啊，所以张家大师教我看破放下
我很容易做到。啊，我有心愿帮助一切众生，要语言成熟。啊，语言不成熟，我有心帮不上忙啊。古人常讲啊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啊，我不是力不足，我是心有余而语言不足。啊，语言不足的时候，要好好的培养自己，啊，培养自己的德行，培养自己的学问，培养自己的能力。啊，这是古人讲的，啊，进则兼善天下，退则独善其身。啊，人要知道进退，你就会得自在啊。啊，有缘的时候我们要进，要全心全力为众生服务。啊，缘没有的时候要懂得退。啊，退的时候修养自己的德行。啊，充实自己的才艺。进退都自在啊。啊，进退都如意啊。啊，没有进的缘，你要想进这攀缘。啊，没有退的缘，你想退也叫攀缘。啊，攀缘就错了。啊，真正学了智慧，啊，进退那是机，叫机缘，你认识，你懂得。啊，该进就进，该退就退。啊，进跟退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，自利利他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自利的时候充实自己，充实自己为什么呢？为等待机会成熟了再帮助别人，再利他。啊，利他帮助自利，自利帮助利他，自利利他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所以进退是一，也不是二啊。这个道理，许许多多人不懂啊。啊，语言是非常广泛的。不是在一处一时，啊，所以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，你要问他有没有休息的时候，他没有。啊，这个地方缘灭了，没有了，他离开了，那个地方缘成熟了，他到那边去了。啊，你要知道。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这个区域，这个范围，是娑婆三千大千世界。在我们地球上，这个缘灭了，他离开了，别的星球上缘成熟了，他到那里去了。我们凡夫不知道啊。不但娑婆世界跟释迦牟尼佛的缘很深呐，他方世界释迦牟尼佛缘也很深呐。啊，但是到他方世界呢，释迦牟尼佛不能现佛身，啊，现什么呢？菩萨身。啊，在娑婆世界，无论是哪个地区缘成熟了，释迦牟尼佛都是现佛身，
啊，因为这是自己教区。啊，他方诸佛刹土，佛释迦牟尼佛去现菩萨身，帮助那一尊佛教化众生。啊，所以佛跟化身菩萨永远没有休息啊。啊，那么我们今天啊，在一般这个叫语言来讲呢，啊，语言不足啊，可是我们推到摄影棚啊，用网络传出去啊，从网络上有许许多多的语言成熟了啊，他们在网络上看，他们在电视上看。我还是不能休息啊！啊，每天这是固定四个小时，但是也有一些同学们从四面八方到这边来参学，我要接见他。啊，所以要是总的算起来呀，大概我每天工作还是八小时啊。菩萨道，化而如是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。